六月十日报道，昨晚赵丽颖在北京举行粉丝见面会，上露香肩，下露美腿，一身黑色白纹百褶裙美爆了，造型清纯，露甜美笑容，频频撩发抚眉放电，真是魅力十足，让人受不了。不过细看下来，赵丽颖膝盖上有一块尚未痊愈、非常明显的疤，虽然令美腿美中不足，但因工作而不惜受伤的拼劲儿，令粉丝敬佩又疼惜。粉丝纷纷评论，伤这么重啊，感觉都要溃烂了，希望快点好起来。丽颖妹子在敬业的同时，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希望演艺事业越来越好。